三个鸡蛋，啊，一勺蛋白粉，两勺奶昔，哎呀，两勺奶昔，还有一勺纤维粉，还有一勺纤维粉啊。搅拌均匀，全部材料用力搅拌均匀。早餐鸡刷油，打入面糊哈，放入面包片。放入巧克力粒粒，再放入面包片、奶昔面糊在上面，压一下就好的减脂餐搞定了，中间切开两边搞定了。减脂餐搞定啦，吃一下啊！哇，好好吃啊！大家赶紧做起来哈，拜拜，明天见。